完之后了，我一来吓坏了，慌了，直接你看，别慌，莫慌，莫着急，莫着急，是不是？莫着急，对不？你看这个大头，这个头上的那个肉可好吃了。一般鱼它鱼头啊，它不好吃，这个鱼头可以。嗯，过来吧。那，哎呦，这个，哦，死掉了，我还以为活着，我寻思活着让你们看，魔鬼鱼啊，这个鱼长得挺特别的，我因为啊，哎，还很新鲜，没坏，洗洗啊，哎，这个鱼就是它的尾巴上面这个刺啊有毒，其他的。嗯，全身都是软骨，可好吃。应该是刚死掉没多久。沙滩上面现在到处都是这种小红贝、扇贝，岸边都是的了。之前在里边有，现在岸边全是了。我这隔远了看呀，我以为是个大马虹。这个鱼应该。搁这边很久了，这个嘴巴这地方都烂了，都像不像大蟹剑子？给你们看看啊，我见我脚底下怎么样？拿回去，那是不是脚更臭了？凤尾鱼啊，小尾巴漂亮，这个不新鲜了。到处都是这个。不是，海龙，你们见过活的吗？这种东西活的可是很少见，见了就放生吧。走吧，拜拜。这种东西啊，它就喜欢藏，你知道吧？就藏在小洞里边，啊，小那个石头底下。你是不是也是那个楼啊？来，哇！这个吸盘吸力好厉害，八爪鱼。这个季节，这八爪鱼个头不算是很大，还可以啊，还行吧，也就个二两左右吧。我的妈嘞，好大一片这个裙带菜，这是，嗯，看，晒成干了，晒完以后成绿色的，没晒的时候是这种颜色。我去，到处都是，你看，这边这边这边，昨晚刮大风了。刮上来不少呀，很多呀，全是的。哎，这不实现裙带太多的油了吗？太多了，先不捡这个东西吧，要不然过会儿桶里就满了。妈呀，这里更多哟，这怎么这么多吗？啊，快来捡吧，免费捡，不要钱。哼，是不是养殖户的？这下亏大了。这东西是真的难见啊。是真的难见，很少。这只是搁浅的，鸡尾虾呀，七彩的，你看它小尾巴特别漂亮。这种虾在我们这边特别贵，一二百一斤，这种虾很贵，还活着。基本上这个东西离开水很快就会死掉，搁浅了，真的是太幸运了。